今天是第八次去酋长岩，下午找时间来去酋长岩拍一下。听说昨天前天有那个雏鸟掉下来，今天还是用双击啊。今天挑战双击，就是你控的328手动去抓位置，然后 HS3 游击的方式，等它飞出来再拍。OK。今天可以希望可以拍到雏鸟探头吧，今天的目标拍到雏鸟。巧克力酋长岩，我想去抓巢穴，所以换的位置，那边有个空位在最底下。现在不在家？不在家。不在家？出去。哦 ，OK。出去，然后小孩好像也有展示，哦，看不到从另外一个角度。是啊，好像也没有出来。现在寻一下，这边是巢穴。这边是习惯的山头仓库，然后习惯站的地方。好，趁这边山头没有，草堆没有，现在是对准的是巢穴。哇，拍翅膀了。它在草地那边都不动啊，雏鸟的翅膀有看到。他要走回去了。
那走下去啊。青鸟在看哦，就是可能啊，走下去了，走下去了。哇，出去了。
不要再讲话。漂亮，刷到。基本上这边停就不太会飞了，应该没有吧？但是它的姿势怪怪的，有准备飞的感觉吗？还在警戒。我现在的策略就是用这个1800 mini 去看它的动作，然后想要飞的时候我再用 HS3 来录影，然后基本上它要飞之前都会有准备动作。这时候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在警戒而已，我是觉得可以对一下焦了。换姿势，换姿势啊，在录影，对，刚才那个以前在 YT 上面有看过他介绍他佩佩泰，专门有带东西回去啊。
他现在脚上有东西啊，好像有东西。哦，所以是公鸟回来。然后就丢进去了，应该想要让他们自己打的吧。现在有一只停在那里。哎呦，真的、哦。因为我在你们那边看好久。哎呀，好久没见啊。哦。哦。现在这只。哦，有。我觉得应该是母鸟。啊，真的、哦。因为习惯在那边。哦。我猜的。哦。哦。他刚刚飞出去的那个是。应该是游客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哇，谢谢哇。哦，对准那里，现在看不到，对啊，它那边有洞就看不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丢进去也没有看到羽毛飘出来。现在左右都各一只，左边左上角，右边草堆，然后它没有要飞的感觉。我在想是不是要回家了。我觉得他一直在警戒，是不是想飞了？准备。我觉得他是应该叫他的，在叫他的小朋友拔毛吃饭，但是他的巢穴里面的雏鸟都没有拔毛。哎呀！准备。飞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处理毛，再拔毛。现在焦段已经到1000，低差模式1800 4K。我在录影，所以你看没关系。这样远远就看得到，你看得到吗？嗯，再看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绿色的，你看不到。看不到。你怎么看不到？就山壁那边会有。就山壁那里啊。有了。我们就没有准备这个。嗯。然后它是喂食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在拔毛。拔毛。对，拔完毛，然后就带回巢穴。你上次它可能有在吃吧？它应该有。对，也有在吃。我刚才看到它有咬肉出来，对。然后叫声蛮大声。跟姿势，哎，还在拔毛。
换方向了。看得到池塘。我还在跑。我喜欢放一些。姿势啊，也有可能想要飞，看头偷看你，对对对，我好像还在拔，没有要飞，好像拔完了。哎呀，一直飞过去。再看了，再看了，再看了，再看了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准备。站不久啊，理论上这位置站不久。
在看呢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，哎呀呀呀！我手会酸啊。是没还没有拍到雏鸟，哎，雏鸟那边有的东西，看一下，哎，两只雏鸟探头，哎，两只雏鸟，对，两只雏鸟在探头，白白的那个，刚才被它收工回家了，我看草地上这边有点白，巢穴这边有白白的在动，4K 30/60 F8 ISO 8000，我把高度拉下一点。现在应该还是低差模式，现在没有转动，所以大概是1800mm。哇，看到了！30/1 ISO 80004K 30 F8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要大便啊，嘿嘿。哦，你们看，看到了，雏鸟很清楚，对，很清楚，哦，好像躲起啊，躲起来了，躲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Okay, 准备收工了，今天主要是来拍雏鸟探头的，然后也拍到了，还没有电，还有电，
今天的目标达成，要拍雏鸟探头，两只雏鸟漂亮。好，收工回家。明天后天没有时间来了，只能下礼拜再来。下礼拜牙应该就会飞了吧？在公羊这边叫，应该跟我说 goodbye 吧？好，都认识这么久了，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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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镜头带没法，回家收工。右手臂，这样比推车轻松多了。左手拿脚架，右手。在那个镜头盖飞出去，奇怪，镜头盖怎么那么容易掉啊？左手拿脚架，右手拿大炮，身上背背包。背另外一台相机，好家在还有看到，不然我镜头盖掉了我都不知道。停车费多少钱？3点、4点、5点、6点，3个钟头，零钱应该够吧？100，请依显示105，好，漂亮。为什么吸不进去？赏脸一下吧。喂，是否要输入统一编号？喂，回家。雏鸟探头，好可爱啊！等到快六点它才探头。最后看太阳下山吧。今天的目标达成，拍到两只雏鸟去探头。就在太阳下山之前，两只雏鸟就在这边看着夕阳西下，然后后来太阳下山了，两只雏鸟又躲进去了。今天唯一拍到两只雏鸟的画面，根本要打算就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看到两只很可爱的雏鸟，对，探头，哎，怕左边那只不理我，太酷了。好可爱的雏鸟，来，公鸟带回来食物了。要不要吃鸡蛋？那是痔疮。那是鸡蛋啊！哦，雏鸟在吃小黑痣，要先拔毛。对，拔毛。好。小孩说拔毛好。把头扭断，不然他等下一般会把头扭断，免得那个他们又起来咬雏鸟吧。看到很多那个都是被断头了。这是。下面也在订阅我上6点都是什么垃圾吧。